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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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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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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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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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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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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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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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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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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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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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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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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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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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
陀佛，南无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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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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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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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
佛，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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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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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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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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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弥陀佛。南无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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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给你们说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位呢古代的高僧大德啊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那这位法师呢是叫做呢延昌法师，一开始啊刚出家的时候呢，曾经呢有出去呢这个参访参学。那有一次，他到深山里面啊找不到寺院。也看不到呢任何的人。那过了不久啊，他就看到呢有一个小屋子，就走了过去。当时呢有一位老太太啊就走了出来。那延昌法师呢就跟他表明说呢自己是出家人，刚好呢在这个深山迷路，希望呢可以借宿呢一晚，明天呢再赶路。那老太太呢也很客气，因为对佛法呢是有认识的，所以呢就答应了，让延昌法师呢行一个方便。只是没有想到，这老太太的老先生啊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竟然开始跟这个老太太呀、啊、切肉啊煮肉来吃的。哎呀，这个延昌法师呢看到呢心里就想，我竟然来到一个屠夫的家，现在看到他们吃肉，他心里就想隔天了我赶快离开就算了。但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延昌法师呢就看到这位老先生就走到屋子的后面。原来屋子的后面啊有一个小佛堂，老先生呢就开始呢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自己呢开始在那里念佛。延昌法师呢又大开眼界了，昨天这么巧啊在深山里面呢、啊、来到屠夫家借宿啊，已经感到很惊讶了。现在呢又看到呢屠夫有念佛，更是感到呢惊喜。那位呢老人家呢念完佛以后，看到法师跟法师说，法师啊，其实呢不相瞒哈，我之前呢也是出家人的，但是因为呢环境因缘不好，所以过后呢就变成了这个世俗人。但深山里面呢我也找不到什么出路，所以呢就靠这个卖肉啊过生活。可在山里面呢打猎啊，拿动物的肉啊去卖之类的。那每次遇到没有东西吃，就把呢卖不出去的肉啊就拿回来呢吃掉。这是老先生的经历。他就说，虽然自己以前是出家的，但是自己什么也不会，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也没有呢毅力啊坚持呢走出家的路。现在呢还杀生吃肉的，不过每天有做的就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先生呢跟法师说，如果等到有一天啊我受命到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我会去告诉你的。为什么老先生要告诉这个法师呢？因为他说，
希望法师以后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盖一个寺院。他往生后啊这个地方呢没有用，拿来盖寺院呢就正好。那法师也答应他，但是当时呢野仓法师啊也是口头上的答应，因为要等到老先生往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嘛。第二天呢法师就离开了。过后不知道多少年以后，野仓法师啊就变成一位啊德高望重的出家人。他也间接呢忘记了那个跟老先生的约定。那各位，你们觉得说那位还俗杀生吃肉的屠夫老先生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有一天哈，延长法师在自己的这个身众疗房啊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啊他就听到从西方过来一个美妙的音乐。那个音乐呢越来越靠近他的疗房，突然呢就变成有人在敲他的房门。延长法师啊就问说，哎，请问谁在敲门呢？外面就有声音回答说，师父好啊，我就是当年那位啊在深山里面的屠夫老先生啊，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来接我到极乐世界了，所以按照约定我来告诉你一声，我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拿来盖这个寺院了。说完门外面啊那个美妙的音乐啊就慢慢消失不见了。等延长法师啊要出去开门的时候，他就从梦里呢醒过来了。虽然说呢是一场梦，但是延长法师呢觉得那个梦呢太真实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赶快呢就叫这个弟子回去那个深山呢看一看。就一到的时候就看到那位老婆婆呢在那里呢很伤心。为什么？因为老婆婆说，我的老先生啊昨天呢、啊、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啊就这样断气往生了。所以各位啊真的不是开玩笑，不是假的，念佛的屠夫老先生啊真的是往生极乐世界了。延长法师看到啊当时真的是很感动，马上啊就禀告呢这个王帝要在那个地方呢盖一个寺院。而这位高僧啊延长法师啊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不可思议，所以就开始转为念佛，最后也往生净土了。是啊，屠夫念佛啊都能够到极乐世界成佛，自己是高僧还不念呢，那以后会追不上人家的，所以呢就转为念佛了。这是一位古代高僧分享自己的一个经历，真的很不可思议。各位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是啊，谁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屠夫杀生吃肉卑贱什么都不会，只会每天念佛的人还能够蒙佛救度往生净土呢？人家最后呢还算是一种预知识字啊，往生前呢就是念着佛号啊等着阿弥陀佛来的，往生后呢还去事先通知人家，真的非常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真的做到了其他法门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如果今天其他法门你用杀生啊绝对是堕落的，像楞严经里面说的杀盗淫妄其中一个没有断根绝对不可能成就，但是阿弥陀佛就不一样。在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说，轮回诸趣众生类，畜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拔人情苦生死根本，悉令如佛。我们看阿弥陀佛就是呼唤，阿弥陀佛就是欢迎十方的众生快速到他的净土得到安乐，连在阿鼻地狱的众生他都可以救度，更不用说呢是普通的。所以为什么说刚才那位深山屠夫念佛都能够得度，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法门嘛，是因为这是靠阿弥陀佛救度的。那各位听故事要会听哈，不要听完呢就跟别人说啊，净本法师说可以吃肉杀生也不要紧了，我不是这么讲的，我是鼓励念佛不是鼓励杀生，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吃素，不要做呢这种杀生啊造业的行为呢种种的。但是在现实的世界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像刚才那位老人家在深山啊就只能打猎杀生吃肉过生活的。其实全世界很多人都是这样，基本上现在啊 95% 以上的人呢都是不吃素的。像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吃全素的我相信也不多，有些呢是家人反对，那你就要被他们呢拖着走了。但是不要紧，尽力而为就好，剩下的我们就是来念佛，有阿弥陀佛这一尊慈悲的佛现在给我们呢发这个邀请函，预示我国是主动无条件来救度我们的，那不管呢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念佛得度。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我们啊就随缘念佛而过呢就好，就是呢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不要忘记呢念佛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仰靠阿弥陀佛愿力，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